我今天在工厂时候看到秀娟姐跟大家的合照，我也想要变得跟她一样，这样子我也可以成为你最有力的助手。公司明年要开一家网络商店，那这部分是大哥负责的。刚周特助找我去问话，可是他一直在打听是运动网络店的事情。他的手早晚会摸到我们这边来，他最好不要做得太超过，要不然我忍耐也是有限度的。每周一到周五晚间八点，台视频道一个屋檐下，感谢稳堂太宗秋葵苦瓜饮冠名播出。